它的高哈、哦、高的谷，那55的部分，这个地方你可以画一个矩形，55 9 55 55，那这个旋转角度最后再做就可以啊、哦。所以这边的话，我们可以那做完之后的话呢，哈、哦，它是一个聚合线啊、哦，还记得吧？所以你要怎么样呢？把这个分解掉。那分解掉之后的话呢，我们要做几件事，就是你可以做偏移。那偏移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可以先从高开始来着手。高的部分的话是55，那它有几等份呢？1、2、3、4、5，哈，所以除以5的话，一个偏移多少？11嘛，对不对？哈，然后再来的话，特别注意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在95这个地方，它总共间距有几个？应该是1、2、3、4、5、6个，那六个中间有没有？所以啊，6乘上2。这个间距就是多少呢？这个间距就是把95除以12、哦、然后呢你就偏移一边，会先画出这条线，再偏移一条线，其实偏移两条线就好了。偏移两条线之后的话呢，再来怎么样呢？把这个多出来线段删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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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再做什么呢？做一个复制阵列就好了。好、哦、那复制阵列之后，你可以复制五个或者复制六个都可以，五个的话呢，就是再画一个，复制一个，那六个的话呢，就是删掉一个就可以了，哦，那最后再把它做旋转32度，这一题就完成了 ，OK， 基本上这一题并不会太复杂哈，啊、哦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试看这一题哈、哦，好，那首先的话哈、哦，这个地方画一个矩形哈、哦，小老鼠哈、哦，然后95逗点55哈。OK， 那画完毕之后，它是一个聚合线啊。聚合线的话，就是它连续的线段，它现在也会显示聚合线。所以呢，我们把这个聚合线给分解掉。所以你选它就按分解，这个时候它就变成独立线段，这个时候就线了，有没有哈？就变成线。那当然，如果你要把它重新接回去，可不可以？也可以啊。特别重要，如果你要把它重新再接回去，这边有个修改里面物件里面有个聚合线，聚合线里面的话呢，就可以怎么样呢？把这些呢，通通都把它再重新再接回去，就会变成一个连续的线段。哦，聚合线，我印象这个地方，你先点其中一个，他问你说要不要转成一个聚合线 Y， 对不对？那你就按 Enter 就好了。好、哦，然后问你说呢，你要接合，这边有个接合，你就打一个 J， 接合 Enter。好，然后选取物件，你就分别把这些通通选取起来。好，然后按空白键，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哈、哦，就 Enter 一下。印象中这样就又回来了，有没有？这个时候变聚合线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聚合线就是从这个地方修改里面的物件里面的聚合线，再把它聚合回来就好。那聚合线它的优点就是说，你如果连续你要把它做偏移，如果说你偏移的时候不是个别线段偏移，而是整个往内偏移的话，那当然你这个地方直接用聚合线会比较快。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是单一线段的话，你就必须要怎么样把它分解掉。哦，特别注意啊、哦，现在分解 ，OK， 那再来我们用偏移，因为呢哈、哦，这个地方它会有里面会有五个间距，所以这边的话我们把55除以5啊、哦，间距为11 ，Enter， 然后把这地方做偏移向上1、2、3、4 ，OK， 接下来的话呢再把它怎么样，这个线段做向右偏移哈、哦，那总共会有12个间距哈，十二个间距，那各位可以算一下12个间距。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用偏移，偏移的距离的话呢，就是95除以12 ，Enter 一下 ，Enter 之后的话呢，把这一条线偏移一次，偏移两次，偏移完之后用修剪，修剪的部分的话呢，我们按空白键，然后再来的话呢，沿着 S 型这个去掉2、3、4、5 ，OK。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用复制的方式哈，复制的方式，把这边的这些线段用那个实线的选取，因为呢，我线段的部分不要选到，我只要里面这四个线段，小的线段，按空白键，基准点的话，我就用右左下角这个点，好，点一下，然后要阵列，不然的话你要一直复制好几个，你就直接打一个 A，Enter。接下来他问你说，哎，你要几个？因为我们总共会有六个吧，吼，所以呢，这边的话呢，项目总数就乘以六，六刚好就12个嘛，一个两个，然后刚好往右的话就12 ，Enter， 好。
好，那接下来第二点，请你把它点到哪里了？第一点在这里，对不对？第二点拉过来，拉到这个地方，点一下。那各位可以看一下有没有？这个地方按空白键结束一下。你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完成了它要的一个样子，有没有？刚好间距全部就会完成了 ，OK。 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在旋转角度就很简单，要把它转32度。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旋转，把这个选取起来，按空白键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基准点的话呢，请你点左下角这一点，啊，然后直接输入，因为是逆时针方向，啊，所以直接输入32度 ，Enter 之后的话，那这一题就做出来了。那另外你要标注的话，特别重要，你这边因为没有一条线。 所以你如果要标注，请记得这边一定要多画一条线，好，那画的线段的话，然后你再来做标注哈。那如果你要画虚线也可以的，画实线也 OK。这个时候你要标注的话呢，你在利用这个地方有个叫角度的部分，一、二啊这个地方啊，再把它拉出一个角度，那这样都可以标注一个32度的部分。那其他这边的话，这个地方你就因为它不是垂直也不是水平，所以你标注的时候特别注意啊，不能用线性哦哈。 只能用对齐式，从这个端点到这个端点，好55，按右键重复对齐式，从这个端点再到这个端点，好，然后95，这样就标注完成了。OK， 好，画面还给各位一下试试看哦。这个是范例第65题哦。